晚，演员朱瑞在社交平台发文称，曾在片场被同组男演员摸屁股。朱瑞称，当时是这部剧的女主角帮他伸张了正义，还表示那个男的不久后就触犯法律被抓了。朱瑞表示，他成了我这一生都敬重的人。网友推测，帮他伸张正义的女主角是海清，表示海清你才是神。但是评论区有人说是郝蕾，因为这部戏换过女主角。